全美国最不要脸、最无耻、最出卖灵魂的就是这个 Candace Owens。 这个女的呢，一向跟大众对着干，别人就是不支持川普，她就支持川普。现在她又跑出来说什么一句鬼话，说什么？她说那个英国的这个前王妃哈里王子的老婆这个梅克尔梅根梅克尔呢不够黑 ，It's not black enough to be the racist。就是说这个梅根梅克尔不够黑，所以他不能去抱怨自己被歧视，因为梅克尔被这个皇家取消了这个皇家身份以后呢，很多人去抨击他，去辱骂他，他当然感到委屈了。现在这个世界真他妈奇怪了，只有他妈黑人可以去抱怨他们被歧视、被不公平对待，别的族裔基本上都没有机会。黑人的命他妈如此金贵啊，真他妈黑人。